山，第一講三樣嘢，第一樣嘢就係個山同埋石頭啦，個感覺。第二樣嘢就係嗰個船。第三就係嗰、那個嗰、那個馬鵝鵝嗰啲嘢，草鵝嗰啲啦。Okay. 就是今天我們說山嘅事情，就是我們今天還畫的是山的面子，山面。然後第一就是那個山的感覺，就是石頭什麼的，都很基礎的東西。第二就是那个小船，第三就是那个草茅屋。OK, three parts this class. OK, the mountain, the hill, or the rock. OK, the texture, rough one. OK, and the boat. OK, little boat and some hut. OK, and the hut HUT a piece of hut. OK, and 就是我们做的时候呢，一般都是用那个狼毫的笔。感觉比较粗糙一点，好粗糙啊，狼毫嗰啲笔，或者三马毛嗰啲啊笔啊，吓做嘅时候咧，尽量避免咁样样。OK，this is too smooth， 太顺了，我们把它弄得很干燥一点，感觉上就是毛躁一点，就是啊，甚至这样过来。有这个感觉，这个笔是这样的，啊，这样抓。一种感觉。OK， 然后再加这个，然后先自己加咁，行。千万不要这样，千万不要，就是 ，OK， never do that， OK， it's too smooth， OK， 这样，然后呢，可以，就这个样子 ，OK 。咁啊，到个船嗰度啦，个船其实我哋将佢放大 ，OK 。画大少少啊 ，zoom in，OK、okay?。Like this， 船啊，嗰只船其实系咁样样噶嘛。OK。这个是船的 water 下面 under the water，OK、okay? 就是这个 surface of the water，OK、okay? 这样样的，那我的船我们画的时候呢，这里其实有一个缝的 ，OK， 就是拆解，那你这样望的时候，其实这个应该暗的，因为它窿入边的嘛，那些人捐入去或者叫打风避雨的时候可以用 ，OK。咁樣樣噶，所以我呢個位其實理論上我哋唔使畫嘅，呢個我哋佢唔使畫嘅，就咁得噶啦。其實，咁後邊有一個帆啦，佢如果係喐緊嘅時候，呢個帆應該係咁嘅。OK， 如果它在有風吹的話，基本上它是張開呢個帆張嘛。咁但係如果你泊喺度咧 ，OK 停緊咧 ，parking 嘅話咧，你其實嗰個帆係向下降噶嘛，即係可能呢個帆。就會縮埋喺呢個位置，咁樣樣一嚿嘢 ，OK。所以佢我哋畫嘅時候其實係咁嘅 ，啊，即係呢個帆 ，OK， 就本來咁樣樣嘅。咁你如果咁樣嘅時候，咁咪捲埋咯，咁樣就咁樣樣，就咁嘅意思。所以就畫到咁樣樣，啊，咁呢個船嘅樣啦，簡單啲得噶啦，嚇。第三樣嘢咧，就係嗰個茅屋，就是那個茅屋、那個草屋什麼的，或者是一般的小屋子。你最簡單嘅方法就係咁樣一嚿嘢，係嘛？咁樣樣得噶啦，就咁樣樣。咁當然啦，如果你複雜啲嘅，譬如話你將佢
啊，或者你咁樣。咁呢啲係啲瓦片，瓦片就係呢樣，都得嘅嚇。如果你草嘅話就咁樣得噶啦。啊，如果你草鋪嘅，你個門喺呢度咧，譬如，啊，開咗少少啦。咁呢個窗，佢古代嘅時候窗梗係冇咁靚啦，即係咁樣樣嚇，咁樣樣有條框噶嘛，即係放大嘅時候係咁樣樣。啊，呢個係窗嚟嘅，跟住有個嘢頂住噶嘛，就咁樣樣嚇。咁呢啲地方可能有個樓梯嘅，就 steps 嗰啲咁樣過嚟啦，係嘛？嗰啲人就咁樣行上嚟咯，咁樣行，類似咁樣樣，咁你畫都夠啦，可以。即係一個咁嘅 village 咁樣嘅嘢啦，啊，村嘅印象，類似咁。所以今日嘅嘢其實好簡單嚇。咁，我哋畫嘅時候咧，盡量個稿喺呢度啊 ，OK 啊，盡量畫多少少嚇，練習下啊。甚至乎有時你可以用側風嘅側風，就是這個山可以是這樣比較險峻一點。OK。就是这个变成一个 just like a cliff, OK, 就是比较险一点，就这样跳下来的这种样子，石头是这样也是可以的。咁样样好，即咁样样石头啦，好，咁样船啦，同埋少少屋茅啊， OK, 不用画太大，这个屋子和那个船是小的，它不是那个主角，就是这个才是主角，这感觉上这个是一个点缀的，所以你可以画小一点。这个点缀的你可以画小一点的 OK, don't make it too big, smaller, OK, compare with the mountains, 就这个样子，大概就是这样，先画了先， so we color it next week, OK, 下一个星期我们就是把那个颜色填上去。